这是今天发的食品，首先是一盒鸡蛋，36118。鸡蛋有点吃不过来了，鸡蛋最近发的比较多，有一阵儿鸡蛋停了，但是后来6月20号到期。然后还有什么发的这个中美洲人的玉米饼啊，这个玉米饼我还比较喜欢吃，吃完之后我把这个袋儿用来给它套在手上，这样的在厨房关那个开关什么的。这个饼啊，还有这个红辣椒不错，回去我就直接给它洗干净，微波炉一转直接吃就行了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这种的金黄色的这个奶酪啊，这个混合奶酪啊，还有这种角瓜，哎，角瓜不错，角瓜我此前一直没吃，后来突然吃了觉得还不错，角瓜啊。还有这种绿色的这个豌豆啊，豌豆到时候可以熬粥对吧，这样的绿色的豌豆，还有这种萝卜啊，这种挺嫩的萝卜，这个生吃吧。萝卜发了不少啊，这个是不错，我现在比较喜欢能生吃的萝卜，辣椒生着吃，梨啊，这个绿色的梨，萝卜哦，萝卜发好多萝卜啊，今天发好多萝卜。还有这种的是叫什么豆子啊，鹰嘴豆，对，鹰嘴豆啊，这个应该中国生产的吧，不知道，德州德克萨斯 Texas 德州不是中国啊，不是中国，有的时候他发那个像水果什么的是中国生产的。完了还有这个罐头啊，鱼罐头好像好久没发了，这种金枪鱼的罐头啊， Chunk Light Tuna in Water 啊，金枪鱼的罐头啊，这是沾的什么菜叶啊，菜叶压坏了啊，梨啊还是什么呀，还有鳄梨，对，鳄梨就是所说的牛油果啊。然后还有这个罐头发了5罐啊，12345啊，它这个日期是到2026年到期，2026年1月到期，好吧。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，表示感谢啊，表示感谢。辣椒发了几个？今天发的没有土豆，也没有胡萝卜，啊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记录一下啊。好了，拜拜，感谢。